三百块，有人要吃鲑鱼无？鲑鱼300块，有人要吃鲑鱼无？300块，这当然用煎的就好，你凊彩煮就好。
即块鲑鱼你当然要煮好，反正你看那算无简单的啦。三百送我一个鲑鱼。外口卖你三号，我卖你三百，你唔免来，我才欢喜啊。啊，不过这若送你就无够。一个人给两斤重，奖金三十块。外口行情七百，唔免五个饼是了啊，三百了。来三百块，上面食鲑鱼的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有人要食阿嬷鱼无？鲑鱼三百了。来，我那给他分。可以分啊。来家俊。我那给我找个手表去。先分啊，用。来，我那给洗啊，直接。快点包嘛，贵啊。我提钱啊，提个手表。咱现在多提钱啊。来，过来，你要啥？铁路排骨。铁路排骨可以个，过来要啥？咸米啊，好啊，来咸米啊，可以个，咸米啊，先来。咸米啊，要吃三百了。三百元。三百块，上面吃咸米啊，三百块。这两个是在百块啊，这三块五啊四啊，唔免五啊四三百了。我这地够送你啊，这地够请你，这地够你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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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三百元。我这个来三。这个无平均啊，这个做半年就得了。等我啊哈，阿爸收过。来，有人要吃蚵仔丸无？这内底有包咸鸭卵，这一包只要百五，内底十二粒，每一粒拢买包咸鸭。这两个外口只要三百，唔免三百，四个人买搞买落，先加钱的一百落。来者，来一百块嘞，一百个人要吃蚵仔丸的无？一百块，芋头丸最好吃哦，有啊、哦。有人要吃葱抓饼无？最好啊！手工啊，八块钟啊，这东西真拢上好吃，三百五百变一百嘞，一百块有人要吃葱抓饼无？一百块，一百个人要吃葱抓饼，一百块。好啊，哪个要吃什么？你们铁路排骨没有？这就千块啊！铁路排骨要吃两百了。都没啊，两百块就好了。两百块尔，这是第两百，两第两百，三第四第，五第六第七第两百了。哦。来两百块的鱼啊，好，来三地哦，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两百了。过来，咱吃铁路排骨。两个哦，三个啊，八了。再过哩，最后一个两百块，咱们还。最后一个拢无啊，两百块。最后一条。这些全部卖光光。两箱拢无啊，两箱拢无啊。最后一个一包，咱们买东西吃看卖无？无会多，你买一包，你怎样都吃，我袂甲你讲啦。我人家买到咧，你买，买一包，等于吃。最后一个一包啥物啊？这个。现在铁路排骨全部卖光光，拢无。过来，你买吃啥？这蛤蟆先给钱的，先名无吃糟的，二十了，无糟的哦。无糟的，我蛤蟆无啊。来者，二十块要来启动。两个，两个。二十了。三个。二十几条。四、五个、六个。最后搁一个。我是三个，来七个。这若卖两百，你敢卖过分无？这卖两百块，你敢卖过分无？早一点去包片，一碗好了。来，你们吃什么？什么碗面啊？你放啊？蛮过瘾啊！来，这鸡腿要吃两块，我睇下手头。来，姐，你也吃个先啊？来，姐啊！有人要吃鸡腿的无？两百块。一支鸡腿菜市你望伊嘛袂，三支、四支、五支哦，你这三支送互你吃。我鸡腿无贵嘞，一家吃你调两百了。够要爱无？买这泰式柠檬啊！啊，拄仔外面这有咖喱讲，这一箱的新粉加七十，啊，不过我嘛无甲你算啊贵，同款两百块嘞。啊，这啊，两百块算一只啊！这咖喱讲，这鸡啊香啊！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，三支鸡腿，四支、五支哦，你这三支搁送你来两百了。够两百只泰式柠檬的鸡腿无？两百块。拢有啊吗？好啦，个要食啥？香肠啦，香肠要食两包了，好不好？
这大条，了七甲山的百三高土高山，这大条，这会长啊。第一胖，第二咸咸啊，做好配方，这大条。真正的配合配方好无？一支气刀，你甲配一块蒜头，搁啊啥？一条百三，两条偌济？两百咯。我这条搁三哩，我现场无只退，这条搁有两百咯。大姐，搁有只现场无两百块。这三条卖你两百，你又买袂着啊？四条，两百搁有要只现场无？你到人妈咪过要试吃看，买老猪骨一百了。那你妈咪过要一百块试吃看，不然妹妹一百块试吃的个香肠。来，他几个？两个啊。买一百。哦，上我这。哎，我不会买。一百了，大点了，那不是也袂了。你的意大利，你的那种月亮虾饼哦。人讲月亮代表我的。真正有无？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这，一包两袋用这咧落，这一袋六千百几就好啊，这两袋就省下来，鱼也是这两袋，这也是一袋退钱，鱼也是加鱼也是换的，每一包拢甲加一包泰式酸辣酱，大包大里头，三个加钱，第四个你卖一包烧烧，三个人加三包六袋，食无遐退钱，三包五包拢唔免。